那我们在学习前的准备更加的热。天啊，以水灾为主轴，啊，希望透过模拟彰化县受到我们台风的侵扰，那有水灾，那我们透过演习啊，来了验证我们所有彰化县辖所有救灾防灾体系的动员能量。那我们今天的演习啊，特别啊感谢啊中央啊指导单位来指导，让兵棋推演以无脚本的方式来实施，使兵演练将以半预警方式来实施啊，来检视本府紧急动员效率及救灾的能量，强化各单位灾时协调与联系的机制，来落实啊各项灾害诊变、应变与复原的措施。多位访评委员一定啊能从接下来的演练中啊，确实感受到本县各防救灾单位、乡镇施工所、公民营事业机构，还有民间志工团体、行政团队已经动员起来。我们以务实积极的态度，做好各项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我们从1998年开始啊，我们就针对全世界的专家在联合国提出的气候变迁的一个各种的情境跟专案的报告去进行分析。那依照我们跟中研院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在行政院灾防办也有专家咨询委员会，都对极端的事件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会愈来愈极端。其中我们预估未来在枯水期的时候的降雨可能就会少了14%最大，在丰水期的时候也是有7%的降雨的这个减少。不降雨日数逐渐的提高，但是一旦有下雨的话，就会像2年前我们彰化地区在7月的时候有一个下了非常大的这个雨量，这个英语讲就是when those and cats 倾盆大雨的意思。所以今天啊，特别很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彰化县来参加彰化县所办理的防救灾的演习。则采无脚本兵推，继续请幕僚组报告模拟状况。幕僚组报告，1号热带气低气压，西湖镇、20镇等地区，24小时累积雨量已超过2厘米，隶属并针对前述地区发布1级淹水警戒。化雨南县市灾害应变中心开设情形及彰化6度，即在屏东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现带来丰沛的雨量，沿海地区及沿海地区需要特别的留意。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本县全日有雨，部分平地。